学累不累？不累。哎，我发现你真行啊，真能逛街。我记得我跟你爸刚结婚那会儿，哎呦，这懒得逛哎，没走一会儿我就懒得动了。我说夏东海，我一看左右没人，我说你背我一会儿吧。你看你爸说什么？你爸说干什么？你又不是美女，我又不是猪八戒。你说今天怎么那么没劲呢？你背我一会儿都不行啊？三天没理他，真的。说谁了？说谁了？啊，买什么了？您看，妈给我买了一外衣和一牛仔裤。啊，是吗？嗯，我先去试试啊。试试去吧。哎，爸，我这儿妈给我买一毛衣和一帽子，我也回屋试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没说买东西啊，这是。哎，刘星呢？给他买什么了？甭提他，提他我就来气。怎么了？在一柜台前面不走，非要让我给他买一名牌羽绒服。干嘛呀？不买。又不是没有，嘿，他说那我不走了，我不回他了，我在外面冻着。我说你冻着吧。一件羽绒服喜欢就给他买呗。去，买什么买啊？他都三件羽绒服了，是不是？两件短的，一件长的，你什么时候穿得过来啊你？啊？你瞧瞧人家贫困山区的孩子，一件破棉袄穿一冬天，漏棉花了。都不舍得换新的，是你。行了行了，什么什么呀就行了？什么叫行了？我发现你特别惯孩子。哦对了，街道还说呢，说号召大家伙儿要给灾区人民捐点过冬的衣服，我还是得改了改了。对对对，赶紧找找找找。哎，我帮你做工作。哎，咱那衣柜里是不是有？贫困山区。刘星啊，胖婶啊，哎，您是来收旧衣服的吧？你看，知识分子家庭孩子就是聪明。我嘘，胖婶，小点声，千万别出事儿，我给您拿去啊。哎，收下。摸摸摸摸。胖婶，您拿着，哎，得嘞。这个是我个人捐的啊，我干好事啊，一般都不留名，所以您谁也别告诉，按着我骂。谁都别告诉我。啊，行，明白了。哎，妈，胖婶来了，胖婶来收旧衣服了，别的家都捐了，就差咱家了，您快出来吧。来了。啊，嚯，来了。哎呦，快帮着拿呢。哎呦，没事，不沉不沉。哎，胖婶啊，我这衣服啊，都是仨孩子剩的，大部分都是男孩子穿的，行吗？这个？哎呦，行，怎么不行啊？什么衣服都行，只要是保暖就行。你看你们知识分子家庭就是不一样，一捐捐那么老些个。哟啊，这是谁家捐的呀？这跟我们家这袋子一样啊，这色儿不一样。帮着，您是不是拿不动啊？我帮您拿得了啊。我拿得动。刘星帮着拿。哎，刘星，你回屋先把羽绒服穿上去。小区人民去。冷，刘星，你过来穿上羽绒服。你说这孩子。换单吧。哎，别换，换回去，换回去，看明天什么天气，好穿什么衣服。浙江一带气温呢是下降了10度左右。又哎，北方的今天，明天零下3度啊。哎，家长同志，快出来看看吧，快看看，明天零下3度，多冷啊！穿什么衣服啊？这得羽绒服。真聪明。你很少这么夸我。哎呀，我太羡慕你了。你们都有自己心爱的、漂亮的、能够挡风的羽绒服，而我没有啊，我多可怜呀、啊，是吧，老妈？怎么也得给我买一件吧？哎，小雪，啊，你那羽绒服上次我洗完了，搁我们的柜子里了，快去拿去啊！哎，要不然明天该找不着了你啊！哎，小雨，你那个在你那柜子最底下那层呢？哦，最底下啊，去拿出来啊！明天上学穿上。妈，干嘛？您别打岔行吗？干嘛？什么打什么岔了？我不正跟您商量呢吗？不是，我没有羽绒服，他们都有，您是不是给我买一件啊？我说多少遍了？你有三件，你明天给我穿最后那个啊！我不得不跟您说了啊，我那三件羽绒服全都给捐了。捐谁了？灾区了。啊？您平时不老跟我这说吗？说人家灾区人民多么的困难，人家那儿的小孩一冬天只有一件棉袄，而且都露着棉花，破破烂烂的。我一想，我生活啊那么优越啊那么幸福，
我正好有3件羽绒服，拿去吧，送给你们了，穿在你们身上，暖在我的心里。谁让你捐的呀？谁同意了？凭什么你把3件就一下都捐了呀？谁？凭什么你自个儿就能做这主啊？我的衣服我做主啊。那你就动手。妈，这怎么着也算个善举啊？我记得您平时挺善良的，怎么现在这样啊？没法说你了，我冻着吧你。哎妈妈，哎呀，明天零下3度，要给我变成速冻食品呐。怎么回事啊？你刚出去还不到20分钟呢，怎么回来了？哎呦，太冷了，绝对比齁都冷，就是齁冷齁冷的。哎呦，我这好不容易想锻炼一会儿，减减肥，彻底是把我给冻消了念头了。看来这个减肥计划只能等到明年开春暖和点再实行了。你呀、就是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你生待明日，肚子成弥勒。挺押韵。哎，你可以调我们杂志社当编辑去啊。少耍贫嘴，赶紧去热牛奶啊，刚给你热。现在需要热牛奶。哎呀，哦对了，你一会儿别忘提醒那个刘星、小雨他们多穿点衣服啊，这天太冷了。知道。哎，刘星说没羽绒服啊，那可不行，这出去非冻感冒了。甭管他，活该，谁让他都捐了呢？嘿，一点都不像亲妈在说话。嗯，你就过嘴瘾吧啊，回头冻感冒了还不能以你伺候啊。行行行，我这就给他找一件去。这孩子。不会吧，妈！啊，您就让我穿这个上学？怎么了？谁让你把你自己羽绒服给捐了的？不是，那我也不能穿您的呀。这不是我的。对，我证明这不是妈的，是小雪的。看出来了，只有小雪才能喜欢这样令人绝望的颜色。你怎么那么些臭毛病啊你？不，啊，妈，嗯，这能叫臭毛病吗？不是，您觉得我穿这色的衣服上街？能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啊？冬天棉服什么色儿都成。不是，您有没有可供选择的吧？小雨的你又穿不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大红的呢。哎呦妈呦妈，我求您了，求您了，您饶了我成吗？啊，我劝您啊，趁早赶紧给我买一件去。别人的衣服打死我也不会穿。与其那样啊，我还不如光着上街呢。成。打死你别穿啊，光着上街吧，没人管你。要不你就穿上试试，万一挺合适的呢。我穿上啊，我穿上啊，小雨。试试吧，让我试试啊。你怎么还没穿，声音就变了呀？那你就别穿了。是吧？没法穿。哎，那你真这样出去啊？那可不是嘛，我男子汉大丈夫，一定要为了我的幸福而战严寒。窗，那是窗。我拿书包我。真冷，哎呦。呵，有个别同志一天没穿羽绒服，居然扛过来了啊！傻小子睡两炕，全凭火力壮。哎，您儿子都冻成这样了。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？哎呦，烤白薯，冷了吧你，给，谁让你那么出去的？告诉你啊，明天上学穿你爸那羽绒服去啊。嗯。
哎呀，我明天不用上学了。你还想不想考重点高中啊？你告诉我你想不想考？嗯，妈，我不是不想，我真难受。壮，摸摸我，摸摸。摸什么摸？你就知道这。摸摸你怎么真热呀？你啊，真讨厌你这孩子！你是着凉了吧你？你真行你，你太不让人省心了。给我吃饼。啊，吃。你给我倒杯水喝吧。啊，行。马上来啊！啊啊啊！马上来啊！妈。你再往那水里给我搁点红糖吧。啊。妈，您再给我搁点姜丝儿。嗨，你还知道姜糖水驱寒？别着急啊。啊，我不急，我这儿温度还不够呢。把那水给我搁微波里转转，呵啊，事儿，行，马上来。好了，妈。水好了吗？拿过来，在这儿。嗯，来，来烫啊。嗯，慢点，慢点，别烫了。嗯，慢点。有烫啊？没那么烫啊。不烫，来喝。妈妈，这表应该成。别，没到时间呢。不是，太短了。人家说有会儿就成，要不该凉了。不有会儿就成啊，这时间不够，它那温度都不准。39.7，啊？你怎么烧成这样了？你，哎呦，你这孩子，你真急死我了！他，我赶紧给你拿点药去吧，你就是着凉了。嗯，好。哎，你要吃点什么吗？我想吃。啊。嗨，羽绒服也不能吃。哎，你这羽绒服都快把你给弄神经了。是，得了，给你熬点粥吧，吃点清淡的啊。哎，本来想吃俩大丸子的，改喝粥了。我先点吧点吧。哎，刘星呢？他怎么不出来吃饭啊？嗨，他说他浑身没劲儿，不想起来了。吃，甭管他，咱们吃咱们的。那哪行啊？啊？浑身没劲儿才得吃点饭呢，再不吃饭这病不更重了。我给弄点粥，一会儿我就送屋去，咱先去。就是因为没穿羽绒服就给冻着了，至于的吗？怎么不至于啊？晚上我回来的时候穿这么多衣服，冻得还浑身直打哆嗦呢。就刘星穿一件绒衣在外边瞎溜达，嗯，能不冻感冒吗？那谁让他把羽绒服给捐了？不等着挨冻等什么呢？今天啊，妈特别逗。嗯，妈把你的衣服借给刘星穿。嗯，刘星啊，还没穿上呢，他刚比量一下，他声音都变了。他不爱穿拉倒，我还不乐意让他穿呢，省得给我穿脏了。哼，不过像他这么大的男孩，确实不太适合穿女生的衣服去学校，还不让同学看见给挤了死。哎，要不行，把他喜欢的那件羽绒服给他买了得了。能给他买吗？啊，谁让他了？自己一下把三件羽绒服全捐了，你知道他这目的是什么吗？啊，很明显呀、啊，哎，就是想说我没了，羽绒服我一件都没有了，你得给我买呀、啊，我就要那个名牌那件。啊，我还就这么束手就擒了，就赶紧屁颠屁颠给买去。完了，以后没法教育了，想要什么都给我这想方设法的，哼，这哪成啊？我承认你说的对，啊，确实不能惯这毛病，但是咱可以给他讲道理呀、啊，啊，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，让他下不为例，以后得改了。现在可已经冻病了啊，
你不会让他这一冬天都穿着这绒衣上学去吧？再冻病了怎么办呀？你不心疼啊？啊，你即便不心疼他那身体，他这一冻病了，就得耽误学习，一耽误学习就得耽误考试，一耽误考试就上不了好高中。对，妈，我觉得爸说的有道理。他要连好高中都上不了，那就别提上大学了。他要是上不了大学啊，就别提找工作了。找不了工作，就永远养活不了自己。不是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合着你们这绕着圈批评我呢？我成千古罪人了？啊，他将来上不了好大学，上不了好高中，找不着工作，都怨我，因为我没给他买这件衣裳。行行行，不跟你们争论，明天我就去把那件他要的羽绒服给他买回来，行吗？行，吃饭。这么快就凉了。刘星，刘星好点了吗？刘星。啊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啊，哦，好像稍微有点退了哈。这头还有点疼。哼，你想吃点什么吗？我想吃。我告诉你一个有利于康复的消息，怎么样啊？啊？羽绒服已经帮你搞定了，妈妈明天就去买，就是你要的那个牌子。啊，谢谢爸，谢谢爸，谢谢爸。哦，轻点轻点，给我晃晕了。嘿，你这劲儿还真不小，一点不像得病的样儿啊。还是有点晕啊。赶紧躺好躺好。你妈给你熬了粥，一会儿就能喝了啊，你再躺会儿啊。好，别凉着。啊，好。躺好。嗯。看粥怎么样了？哎，还真有点饿了。啊！你妈这次给你买了新羽绒服，是因为怕你把身体冻坏了，关心你，可不代表你这招是对的啊！我知道，知道。想要衣服就好好说嘛，你这使的什么招，多让人烦呀、啊！哎，能麻烦你一件事吗？以后你哪天要是看着咱们家房子太旧了，您提前告我们一声，别回头我们还得被轰到大街上去。您已经把房子给卖了吗？都不知道。您能给我们点思想准备吗？做这事儿？瞧您说的，我有这么大实力吗？你已经相当有实力了。又捐衣服，呵，又装病。这次就这样了，也不惩罚你了啊。可是你必须认识到这件事的错误，以后没事别和同学去那瞎攀比。在家里，爸妈可以迁就你，到外边社会上谁迁就你啊？别学的那么任性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下不为例啊。哦。去吧，回屋试试去吧。赶紧去吧。谢谢爸，谢谢妈。小雨，赏一眼，赏一眼，来看看，嘿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嗯，确实挺好看的。那当然了，还有两拉锁呢。哎，我说的是你这羽绒服好看。哎，可惜呀、啊，只穿在你身上了。我要是这件羽绒服，我会哭的。幸亏你不是，你要是这件羽绒服，我先把你给捐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可怜呢？啊？可怜什么？你有新的羽绒服，我没有。唉，那得说我无私奉献呢啊！谁让我把我那件旧的羽绒服给捐出去了呢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那我也把我的羽绒服给捐了。哎，别呀！
呀，小雨，你听我说啊，这样是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为了要一件新的羽绒服，把自己这件还不算太旧的羽绒服就给捐出去嘛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我这不是才刚刚醒悟过来吗？可是已经晚了。对了，我还没醒呢，在我醒悟之前，我先把它给捐了吧。哎，小雨，你给我回来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就数三下，我跟你说啊，一、二，完了，真走了。妈，妈，干嘛？妈，你快出来，不好了。干嘛呀？你快出来吧，不好了。出什么事了？那个啊，小雨啊，怎么了？小雨他怎么了？他干嘛去了？他出去啊，干嘛？捐羽绒服去了。啊！刘星，这就是你榜样的作用。我正式通知你啊，只要他把那衣服一捐，你这件他的了。那我怎么办呀？冻着。我。哎呀，完了！这回我真得发烧了，小雨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在做什么？自己创造，也许会更好。